实行会员制的组织。我们现在呢，在世界上的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近万名的企业会员。在中国呢，大约有260多家企业加入了联合国全球企业组织。我注意到呢，国家开发银行加入全球企业。那么您是在哪一年做出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决定呢？2006年，当时陈英女士也是担任全球企业的一个职务，向我提起了这个全球企业的这个理念。这个就是一个企业不仅要这个从事经济活动，还要看到它的社会责任，这个履行它的社会责任。我觉得这个理念很符合开行的理念，因为开行作为一个开发性金融机构，它一方面这个它不是追求这个利润最大化，它一方面追求经济社会的发展，同时呢也要追求这个社会人文的这个进步，它这两个方面是密不可分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理念很符合开行这个增强国力改善民生的目标，所以我们就当时就决定加入了。觉得这是非常这个坚定的对拥护这样的这个事情，我们很拥护这个目标。因为我们觉得这个社会和经济是密不可分的，两个是这个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，我们应该这个把这两者很好结合起来。